是朋友，中奶是龙王的朋友。沙发有人来无？来来，快沙发。中奶是沙发，沙发，沙发。中奶是那个龙王的朋友。来两包，两包人来无？来两包个咯。他昨天来有来第五市场。两包，来七八个咯。中奶昨天有来第五市场。两包，来两包个人来无？那昨天有来帮忙。就是在龙王右手边。两百个无人来。那一对夫妻啊。来一百块，一百块。也较大只，来100块啦，来我。你们要学我啦，不容易生气啊，不要太容易生气。100啦，来了，100块有人来无？来100块，100块不要生气了啦，没什么好生气的。林少坚，100有啦，来，我听你哦，我听你哦。100，100，100。医生不要生气啦，少讲一句，少讲一句。哎，做麻油酒。你们越来越气了，等一下我会让你们冷静一下哈，那你们休息五分钟，先不要讲话。赶快啦，来100啦，100，100，100有人啊，100块，100块。来100块。没有气啦，骨头一支尔，那个给我擦个哦。来，这嘛100来。啊来啦，赶快啦，100块来啊，100有人啊，100，100，100，100，100。1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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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两百好无人来？要买一百了，来一百一买，一百有人来，来两买好嘞。来三买来，一百块有人来，一百，不拉一百，不拉鱼一百块嘞，搁烤肉。再一个来。来啦，不拉一百啦，一买两买，安尼就爱两百块啊，来三买来一百，来一边来，看一边啦。啊，这边吃菜啊。来啦，一百。菜卖海菜啊！哎，买海菜好，来，一百块，来那边。海菜。来一百，赶快弄三杯来，一百。啊，怎样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比你帅。啊，来，你问他。要。来一百块，来加起来啦。来加起来，对。来加弄一百块来哦。够无人来哦？来后边。啊，头前啊。我要加龙哩，五十个，起笑哦！六，最后一包没有了，真的，真正过年才最好吃。那你两盘鲶鱼卖五十块，一条剩两块而已，两包，先卖。你讲五十块啊？一包先，两百块无人来哦。水饺两百，来，白带有无？白带什么价？水饺两百，两袋。三袋，五十块，五袋哩，这个五十块，七袋哩，这个五十块，这样五十块，八袋哩。哦，你都无注意听。然后，这是靠一千啊。你是来？26，来八，来八，水饺八袋来，来八袋，十袋来，三百好先卖，来三百。十片三百，十二片三百好了。十二片三百，十二片三百，要吗？来那边来。没有了。过来卖不？最好了。我让俺有掏钱来。一、四、六、八、
十、十二、哎，哎，剩偌济？一百，百，来一百块。来，给我。来，我买够，够买五百个。可以啊，来偷偷给我来，吞下两盒来，让我。偷偷快要没了、啊。没有、啊。来，二来，来四只来，来六只来，七只给你来五百块。来二百块。是，来最后一个来五百来，先买。今天太三性了。三性哦。三星很不错啊！蚵仔什么吃？蚵仔等于哦，饮食哦，咸素好食，而且啥来？好叫三星叫做 New Health， 一包卖两百，两包卖四百，两包卖四百，两包卖四百，两包卖三百。我们就蚵仔，我只买两包，三百了，Chance， 我两包，你两包三百，两包两百了，够了，买两包，两包够了，两包，好爱分，我分你吧，只买三包三百块。三包三包了，哎呀我了，敢买三包三包，我买用三个人给你啊，我无得领导代志，我一包搁三包，敢买四包了，这两天还最边两长边一个摆桌当边啊，做几个保鲜膜封起来，你吧，三包，三包哦，到时七十五块尔，哇，好啊，先要吃三包哦，哦哎呦，来边来啦。最后剩两个人给先买三百块啦，买三百块鹅啊，鹅啊，搁先要吃三百块咧，鹅啊三百块。鹅三百无人爱哦，三百块，四包呢，四包无人爱哦。来，头前一来。最后一个三百块先卖，最后一个无啊，四包三百块，三百块。最后一个四包三百那边。来。什么红带鱼？人讲红带鱼，有诶讲富贵鱼，那不是富贵啦，人讲比目鱼啦。好，放鹅啦。哎，你想要吃这大尾的？这有法放起来，一尾小尾八百啦，一尾要用开你八百。你嘴听讲，这尾回去你搞用吹，打针好吃。哦，这尾啊，人讲有诶，人讲啊，台湾人诶，帅就侪。哎，接下来我问一下，一尾两只啦，一尾要用开八百，两尾开千六啊，这两尾开啊，开偌侪开？千五，一千块。哎，这两尾一千，这两尾一千块啦，这两只一千块。这两只一千有人爱无？剩三个人加尔无啊？前尾两只才两只一千，两只一千，两只八百。你这样卖未？等一下，我咧卖这等一下。这两只五百了，五百了，五百再涨起来。好了，知道了，两只五百。刚才有人问的，这要结果吧？来，再来，再来。红带鱼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剩几尾了？你也我上来了。来，最正常。来，下下。免钱贵了，对吧？对吗？走。来，先不讲珍珠斑，珍珠斑呐，两个乌斑、青斑、只鸟斑、只珍珠斑、只红尾、三尾、四尾、五尾而已啊，两百块了啦，五只两百的，两百块啦，珍珠斑啦，你是知影无啦？不是老人斑的，雀斑啦。卖过开讲啦，你话你想你听无啦？哪里有白带鱼？来了。这位够你啊！这位够你啊！这位够你啊！无三个人给你啊，三个客人呐、啊！这位够你啊！这位够你啊！这位够你啊！两百了，三十分，不是白带鱼，这都有白带鱼的，白带，那个白带啊，哈，两百，两百块，哦，要不要？七条，好不好？你问那么多，你有没有买？好了，它新不新鲜啊？不新鲜，不新鲜了。它好不好吃？它好不好吃？来两百块啊，谁要？还能包？好了好了，海菜啊，先海菜我先卖一下了，海菜要一百块呀，来一百来，四公一百块，四盒一百块。两百块。来海菜要谁要四盒一百？不然我们就海菜过来，四盒一百块了。一百两海菜，那个煮蛋花汤，蒸人拢好食，一百块了。唔免洗，不用洗了，它都洗好了来，一百块就好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，一百有无海菜？在前面来，过来买，两百过来买无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一百有无？来，还最后结一百，一百块还有谁要？来，
姜优米，对啊，很便宜啊、哦。真的靠来五十了，但是这边离你太远了。五十先来五十。姜优米这里离你太远了。来一边来，都来。来。这海瓜子最好切两片，两百块先卖。来，好，前面。两百啊。哎，现在有没有人要买整包的？铁林哥，咱要买几包的哈？我问者。有没有买整包的？一包五斤冬瓜，我一斤虾仁卖你三百。对啊，这离你太远了。哦，一包卖你千五。不然的话，这边。帮我纠结。千六。这边真的比较便宜。有没有买虾仁的？回去炸虾仁。两百啦。千五。一千无人来哦。这我刚才高餐厅一包落来卖你一千五啦，无人来哦。无人来哦。一个人客我纠结。九百。九百。高八先来，高八，无人要吃哦。高八，八百，无人来收，无人来收汉。来飞机员来，你只飞机员来先卖，我问者一包一斤重，一斤包半，两包三两，两包三五，两包三百，两包三百，三百块，我就是四包的三百了。三百，三百块，四包三百，三百块，四包的三百，哎呀，买三包了啦。两包啦，够啦，三包来两包哦，买几碗啦？三包两百，两百，你是要困起来啦？两百块你爱无？阿姨，两百，三包两百无人来掏钱啦。买几碗三包卖两百块无人来，一斤买几碗六十几块无人要吃哦。三包两百，谁来买几碗啦？来买几碗，三包两百。不是，三包来两百好啦，买几碗掏钱来啦。还再过节了，对，少贵罢了。对啊，珍珠蛋太便宜。对啊，这没办法哦。来啊！啊，台下有几台要我来？来少贵罢。我买了，这边这个。贵，靠腰九。这块新高级的。神圣型九块啊！你神圣型的，干什么？买虾子五百块。我靠海鲜哦，哦，那真的蛮远的。再来，我把留了。五百块，钱用到了。他转就来这啊，过去的。来，拿叔叔块。我那么黑啊，无五百块。叔叔块啦。我叔叔先找一个走啦。叔叔块无？先找一个走，无啊无啊。来，找五百来，再找五百来，找五百去。我那么黑啊，无五百块。虾子五百有没有人要？要，虾子五百来。哎，五百五百要吗？五百块。我这结下五百。来赚钱，五百，四百。我来了。四百，来一边。哎，不然我吃这海鲜卷无海鲜卷啊。哎，姜买两块啦，我一克哦，用一条我煮较好。三梅海子三番茄酱一块卖啊这。一条卖三十五块啦，一块卖三十五啦，我一块卖啊济，我看你最凶，一块卖两百块，一块卖两百，两块卖四百，只买两块算四两块，四两块四百了，这两块三十五，这两块三百了，算三百块，两盒三百块，人来无？这两块三百，无啊，算四两块尔，两百了啦，来两百块，海鲜卷啦，内底有花鸡有虾仁啦，是有你听无啦？我说什么？里面有什么？我说来两百块。我说里面有什么？来掏钱进来。被泡灰啊！两百块钱。他讲话要卷舌。两百块。来两百块够人来不？来两百。吃不完就来，一人买一盒来，一百块就要一百块来，一百块够人来不？一百块。一百块。一百块啦，海鲜卷啦。内底有花鸡有虾仁，佫用猪油做的啦，不是用地沟油呢。来啦，再准备啦。先生，拜拜。一百块上来啦。来一百块，有人要吗？一百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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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？你有用吗？兴奋，你这里太远了。一百块。兴奋，你这里太远了。一口一百，无人买起饼来。皇帝鱼份，皇帝鱼应该没了吧？来。什么叫鸡块的？鸡块两不叫原味的，两块两包来两包货的啊！什么叫鸡块？有无？你们要吃鸡块的，两包两百块。玻璃鱼生一包一百块，想买？
没有。哦。下杯三百公三百块的，爸爸你听有无？三百块，三条四条的，五条的，六条的，七条的啦，你想要来无啦？我怎啦？三百先卖啦。回手三百啦，只能三十。来来来，我问一下，只能三十啦，只能买五只啦，两百块啦。啊，两百。啊，你老是六只的，两百块啦，少只啦，两百了。什么只好啊？花仓的，回手。来。回手两百块，不叫。花仓，藏在花里面的仓，无人爱哦。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有人爱，我就收啊啦。谢谢啦，感谢你啊，一买来。一买出三十三块尔了钱哦，恁才搁看无啊，无大啊啦，哎啦，一二啦，来四啦，哎六啦，无啊啦，我也无还互你啊啦，哎，钱分分掉，分分掉啦，哎两百啦，两百块啦，回收两百块花生两百块啦，两百块的，两百，两百，拢我来就结啦，五百啦，这拢我来五百好啦，我来五百，你敢你唔敢？拢来五百无人爱哦。哎，金毛螺我嘞，啊，你有关掉呀？哎，金毛螺什么价？我就只来买两百货来。看我有没有拍妹子。买两百，两百两百来，去两百两百，少买两百啦。四件两百啦。一千。卖了两百块，你要四件两百货。你太，你太为难我了。高宇啊，这里要拍妹子，你太为难我了。你若无要食鱼啊，我要收啊啦，免阁等啊啦。一尾落去五十块尔，你是等公车、等警察车啊？啊！一尾内巴。要快煮嘞！还好啊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还能办嘞？我准备借你呀，到你呀。五尾啊，哎！一尾四十块啊。啊，这样我觉得昨天的第五市场有点吓到哎，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起操跟礼拜四蛮像的。啊，昨天第五市场是发生什么事？我现在能爆货了，奇怪哦，金宝龙能爆货，进步如雨两百块，四十块，能爆，能爆。昨天的第五市场真的是发疯，夸张哦。哎，我能爆下来了，来。来最后我两个人去两百啦，最后一个两百块了，哇，最后一个两百什么？一只四十块呢，两百块，比五百俗，两百了，无啦，分两尾啦，八十啦，啊，这两尾搁大尾一百块，大尾哦。金木乳很便宜啊，对啊，我知道那个Young Yumi好像有时候会拿整箱的金木乳，对不对？你是有时候会拿整箱的金木乳？这五块拢来接人客。我记得你有拿过整箱。三百。拢过来三百块。鸟侪啦，还搁你歪呢。一尾、两尾、三尾、四尾、五尾、六尾、七尾、八尾、九尾啊，三百了啦，先卖三百块的，三百块。一尾三十几。一尾三十三块啦，无人爱哦。可怜钱太高了，可怜钱卖太高了。一百了啦，一百块。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，现在好就变好了。三尾一百了，一百块，先卖一百块了。我有五块三块一百，你都考虑哦。来过，打箱来了。来，对啊，我知道你有买整箱的金木乳。来 ，OK 了。金马你不能 OK， 加 OK。OK 买五百块，加老的 OK， 水的。还讲我花一届尔，你无人来，我都收啊，我到底无物件啦。还一箱来了，我花车张都唔敢花。来。两尾三尾，即摆抬起一尾两百几块 ，OK。一尾卖两百，两尾卖四百，三尾来六百块啊。爱食 OK 来，遐五百块了。三尾五百块，先来三只五百块，三只五百。两尾三只五百块啦。对啊，我知道你有一次买十公斤一箱的。即尾搁送你啊，两尾四尾啦，两尾四尾啦，五百啦。
百块留了，我们加五百块了。好，就两个人过来了，过来了，五百了。两个人过来了，加起来了。钱算在钱了。卖贵都卖贵了。哎，我五百下来了，五百块有无？五百，五百，这加一百块 OK 呢。无人来五百块，五百一届，五百两届，五百三届，谢谢。我坑的啊！再见，拜拜。啊，你到了。收了啦！人家问伊倒啊，八五八，伊倒。八五八买两包八百了吗？可以买三只。啊，三只也五百好啊。没有了，三百块。那个八卦饭就这样子，没办法。真的没办法。我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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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啊啦！哎，送你头前去啊，迄拢收袂到。我的手机给。卖无？我给你买翻。卖四地卖三百块卖。爱买。去啊。去啊来。菜。我啦，我广播。回家了。你要回家了。家睡觉九点多了嘞。才九点多而已。家啦，这个没啦。昨天这个时间已经从台北回来到彰化了。最好是，真的？哪有？最好是啦，昨天九点半刚好结束，好不好？八号，还行，八里啦。今天我叫少年开会啊。三百啊，还帅个包。我靠，今天很硬哦。羡慕八卦山，没办法、啊，八卦山就这样子。不然你有一天老，你看你要不要找一天从那个来八卦山，然后累积多一点，累积多一点来八卦山拿。没办法啦，八卦山是这样子。你爱讲，伊二十几岁啊，生只像四十几岁，二十几岁生只像四十几岁。就你讲到，你讲到员工，大包啦，大包存一包五百啊，五百，啊这无啦，这金龙虾是只五包的，这五包对五包下来啦，两块一包啦，三包啦，三包啦，拢无动，你看，无动啦，迄大碟。你只要讲，我三包无人去动，你看。无啊，你家己传就知影无动啊。我知影，我讲无人去动啊。你看三百拢无听到，三五百，你问包，包唔要，等下把陈思琪卖掉，不要这个，我摆架啊，恰当我老婆哎，有那么恰当，好几百啊，几百啊，我买起来啊，阿伯阿伯，我买，中买买啊，几只四只啊，没有，阿伯阿伯，我买啊，都无你养活了，八分钱啦，八分钱偌济给你啦，一公里，四只，五只啦，五只，对，五只，哎，够一只，啊，较大个这边，嗯，五只。较大个只饼，到底啊？五只千二，食袂三百多，千五。拢平个千二啊，无啊，就干迄五只，一工也迄五只。嘿，啊是要挂只上班拢去？你睇拢个两千二啦。上班我做啊十个十五万呢。这只只过二呢，啊是这两只上班呢。嘿啊。你睇下我哩两千啊。上班，咱三车才八百。无，你若买车，咱车咱剩五只尔。嗯 ，OK。那是 OK， 那摆得起啊。OK， 摆得起啊。都成了。啊，你来个什么？你带什么？没货呀！这边没人了，这边哦，这边八卦山的越来越快没人。
真夸张。不过我好，我等一下看一下北滩哦，我等一下来看一下北滩。还有蒸笼诶，看。哦，人卖几只鱼啊？伊就要卖起。OK， 拜拜。十点吗？五八四五三三。哎，大家开开了没有？十分钟尔，10点到10点多，叫港球火车来。中场休息10分钟，为什么？爱食点心。免啦，你跑出来，我刚跑跑去楼上去啊。下下下。啊，小，好多这样说话不好。好，倒数计时啊、哦！他说他要说了，倒数计时。五。你看，我叫他排了，就报告。今天就这样啦。四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你要大气，我叫你排一排了，你知道。三。收播了，一。你很在意。收播，拜拜。今天真的很奇怪，下坑到了啊！下坑到了，什么东西？下坑到了。